Okay.这个好像是，真吗？这个好像搬不开呀，大哥。就是说这个是破的。Water vein，这个不会是，我知道了。啊！S？什么意思呢？关上它就，等一下，这个好像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东西啊，是吧？但是这层楼呢？妈的，这不有个二层楼，也上不去呀。是这个吗？
我操，这是什么呢？这明显是有距离的。看一下啊，难道跟这个有关系吗？已经进不去了。它这个 S 起来了是什么意思？一定是。这是什么？再回去看一下啊。他把花瓶给我有什么意义吗？这一解开了，S，哦，停下，停下。OK，里外里外外里，里外里外外里，OK。里外里外外里，OK，这是这个东西，但是我是没东西啊。关键是我插了进去以后，好像没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这个明显是连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但是它。从这个方位下来，这个中间它是没有东西的，就想说什么呢？S south。你看，这个是没有东西的，但是这有一层。你看。我插东西，这个 S。
真的这样吗？啊，这个 S，SOS。对，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的。应该是打不开。sauce turn it，我已经 turn 了，大哥，难道？是这个吗？不是，我已经 turn 了，turn 了没用啊。Covers open up with a snitch. I need to find and active all the switches. 有吗？OK，那你就是说这边有，这边没有。这倒是有个洞。这个墙也破了一个。East，哇，这，哎，为什么这个不打开呢？哦，这是 East。然后是 N。又一个房间，哎呀，吐了。又一场没有了。
Okay, something is missing. Mm. 先把你打开。嗯，好。哦，不好意思。Propeller， 这好像是飞机的螺旋桨。我操！不是你吧？肯定不是。OK， 这边是蛇在上面，船在。OK。飞机的螺旋桨？难道你是飞机？哦，你是鱼雷呀。潜水艇。Metal fingers。这个题型，我操，应该是。Jam 的，那也就是说我要出去，是这意思吧？啊，也就是说这地方我得放个东西。Jam 的是什么意思？Front fin is missing. Ah. Okay.
你再回去，是这意思吧？现在还见不得吗？还见吗？这地方得放东西是吧？这个进不去，是插东西。我操！这样的话，那个门不会就开了吧？好像也是见不得呀。你看。向上倾斜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东西。等一下，难道他可以把这个门给吊起来吗？哦，等一下。牛逼，行了吧？但我现在没有坐标。居然没有坐标啊！啊，这个大概好吧。
Vacuum tube, vacuum 真空管，它像是一个灯泡之类的。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我怎么感觉像是这个灯泡呢？坐标我可能是以前，二极管是干嘛的？不可能，我不会又错过了什么东西吧？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就是这个管子，啊，在这儿，你呢？啊！这就把它下去。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OK，心脏找到了。那这个房子应该解决了吧？难道没解决吗？这个房子，这也找到了，这个也打开了，这个也打开了。插管子，插一根管子，我操！为什么是这里的声音？
什么什么？West 85。哎呦，西八五。北五西八五，我操，牛逼！牛逼！这为什么还原了呢？怎么前进呢？上北下南左西。不是，你怎么前进呢，大哥？完了，不是你这不能前进吗？哎，好吧，啥意思啊？你这啊？
pattern with left design. 这个是，这应该是可以放到外面的。这个是什么 ？Pearl。似乎。肯定是你吧。我操！等一下，这五个是，只有这个是蓝的。是吗？它这个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了，但是这个是五个，那的话。那也不对，一二三四五六啊，里外，这啊这是心脏的，哦。它就变了啊，它变颜色了。它变颜色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确实是。调什么呢？你这是对象名吗？但他也可以调。哇，不是很懂啊，他这个箭头是，这个箭头，
那是顶上的这个吗？顶上之后就不住了，不是，而且它还有个颜色。不是很懂，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It looks like I can understand the layer entered. Pointed beneath it seems to indicate which of the domes is facing. Pointed beneath it. 那又怎么样呢？不是，我他妈知道啊！我 using my eyepiece reveals rotating as inside the chandelier. The eye look left or right depending on which arrow it's.哦，OK，但是我就是指向这边。Okay.